然后也有牧师哈，也有跟他也是的哈，也有另外一个牧师说啊，要除就是囤货囤干粮，以免大灾难来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牧师呼吁弟兄姐妹买岛屿的同时哈，也呼吁弟兄姐妹买货买这个 Bitcoin。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不是根据圣经的啦哈、啊，就是有些人认为说我们要经过大灾难呐、啊，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所以如果当地基督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躲避，躲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你的枕头就够了啊，你去包也好啊，或者什么地方还要预备自己种菜、okay. 种米来吃，要不然就。就因为你没有盖那个兽的印嘛，你就不能够做买卖嘛，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才有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哈、啊，说基督徒要先做准备。但是我个人认为说，我们教会一定是先被提的，被提以后呢，地基督才会出现。我讲了很多遍了、啊，就是说，因为今天还有圣灵在地上啊，地基督是不能够出来的。啊，所以一定要教会被提以后，地基督才会出来。地基督也要等主耶稣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他才能够出来的。所以教会一定不会在地上了。只有那些教会被提以后才信主的人呢，他们就要经过这个灾难，会在这个灾难当中受到逼迫啊。那是有，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呢，是不需要去预备的啊。你明白吗？我们是看不到地基督的，我们一定是先被提了地基督才来，就好像挪亚先进方舟洪水才来啊，罗德先被救出索多玛城啊，烈火才降下来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先被提，然后才有去年的灾难，因为这个灾难是一种刑罚啊，不是一种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教会不需要受刑罚了，我们都靠着主得救了，所以不需要担心了。现在的在今天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是不用来为这个大灾难来做准备的，我们只是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尽力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也可以一同被提，不用进入这个 大灾难了。那些牧师这样讲，那些牧师这样讲，会不会是他们被恶者利用了讲这些这样的乱解经的这样子的来解释啊？我这个我就不敢这么说了哈，我只是说，因为解释启示录的确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啦，所以我自己认为说，我们要按照字面解经，已经解经。所以我刚才跟你讲啊，好像我挪亚啊，说罗德啊，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有一个男主他的，全部是照着圣经讲的。还有启示录第六章里面，第五章耶稣揭开气印，然后啊，第六章揭开气印，然后白马骑士，我认为是地基督的。所以这些是我的解经的原则。我的解经原则，我的答案就是说，教会不需要经过大灾难。但是有些人他们不是按照这样的解经原则，他们就有其他的解法咯。那个我想，我每个人有自由了哈，你要怎么解啊？关于这个末世论是有很多不同的学派的，前派、后派、无派啊，那么。要用象征的解法、灵异的解法、过去派的解法等等都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所以你刚才所讲的是他们有另外的他们的解经的原则了，跟我不一样了，所以才会产生那样的一个说法了。好，谢谢大家准时的进来，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了。今晚我们要上第十二课，来，我们要看启示录第十二和第十三章。
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要请子峰弟兄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子峰弟兄，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那个饼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晚我们再次能够聚集在线上一起学习启示录，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跟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你的教导跟你的启示。今天我们求你再次打开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能够更专心的听讲，并且通过这个启示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学习中能够有所得着，更赐我们的敬爱的杨牧师的能够有智慧，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达今晚的信息跟真理，也让我们今晚的线路都很顺畅，听的讲的都清清楚楚。愿我们今天的学习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帮助我们生活中能够踏实你的教导。我们以上的祷告交托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之求，阿门，阿门，阿门。好，谢谢子凤弟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哈。好，大家平安，再次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来到第十二课啊。Recording in progress。这章是三章啊。就来啦。如果说一次一章，下面就不用了。对不起，请问没有全部吗？我自己在开。你没有全部，对对对，好，我没有全部人。啊，Hello， 你们好，好，好，现在只有我一个有声音啊，好，我说我们总共只有17次哈，所以今天是刚好第十二课也来到第十二章。啊，好像一次一章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因为一次一章下面我们就不够时间了，所以我会不会说每一章都用一课的时间来讲啊，所以我会主要我还是把整本启示录按照这个进度这个重点来讲。好，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十二章啊，我先 share screen 啊，好，第十二章。好，上次讲到第十二章，我们看到哈，神给我这个启示录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幕后的，我们人不可能知道了，但是神让我们借助他的启示，让我们可以看到灵界，看到历史的背后好像十二章从前面的这一节到第五节哈，可以说是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但是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呢，我们原本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这个不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有记载的，所以只有圣经才让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知道在过去曾经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人类的全人类的你和我的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将来，我们的永恒的事情那么圣经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圣经是多么重要是吗？因为圣经给我们不但给我们可以知道过去的很多我们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圣经都让我们可以知道，让我们以至于我们晓得我们是今天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我这个人今天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来龙去脉，整个源头和神和我们的关系还有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跟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的关系从创世纪开始都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不但让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幕后的事情，也让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幕后的事情所以启示录呢这个特别是讲到许多关乎未来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世界上的人，那些没有圣经的人，不信圣经的人，他们不可能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事情，他们只能够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会感到很惊讶啊、很这个叫做很痛苦啊，很绝望啊，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啊，有这么大的灾难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啊，还没有发生的许多重大的可怕的事情，我们也只可以预先知道。所以呢，上次我们讲到约翰所看到这个大异象啊，看到一个要生产的妇人啊，然后有一只大红龙啊，准备要吃他这个吞吃他生下来的男孩子啊，但是呢，结果呢他不成功，因为这个男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被提到神那里去了。然后圣经说这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下管列国的啊，肯定的，我们就知道这个男孩子呢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借着以色列诞生，那个妇人肯定是以色列了啊。那么借着以色列从以色列出来，然后呢他被提，他就是死后第三天复活，然后被提到天上去然后将来他还要再来，然后在地上做王，用铁杖表示说他的权柄啊是绝对的，是要在地上掌权的啊，他就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甚至在第五节说他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啊，这里提到神的宝座啊，还不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宝座，这个是他父神的宝座。主耶稣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啊，是他的位置，但是还不是他的宝座。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呢，圣经才说他要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面，那个叫做荣耀的宝座啊，马太25章31节啊，或者说大卫的宝座，因为这个神应许给大卫的国要直到永远，在这个地上呢，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他在地上的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啊，这个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就已经对玛利亚讲过了啊，说神把他的祖宗啊大卫的位给他，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应验。然后呢，我们再接下来读到第六节，这个龙呢就是撒旦啊，他本来要吞吃耶稣基督啊，在历史上一直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都不成功，到最后他以为成功了啊，其实却是按照主的时间呢，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所以最后撒旦知道啊，他其实还是失败了啊，虽然耶稣死了，但是呢却是成全了神的救恩，耶稣借着死来还清我们所有罪人信靠耶稣的人的罪债，并且呢借着死他胜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他就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啊。然后他不成功啊，就是说妇人的孩子男孩子他要杀那个男孩子不成功，然后妇人孩子被提以后呢，他就转过来啊，继续要逼迫这个妇人啊，要来攻击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就代表，也就是犹太的最后这个十二，最后就提得利啊，里面有包括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基督徒啊，所以他。要攻击要吞吃妇人的这个男孩子不成功，他接着下去就继续来攻击这个妇人和他其他的儿女啊。那么以后到了第七节对不起，第六节呢我再多讲一点，等一下我会再详细的讲，就这个妇人呢就逃到旷野，然后在哪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等一下我会再比较详细的讲所谓给他预备的地方是在哪里。然后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清楚的，
他要住在那个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就是在旷野的地方的时间也讲得很清楚，是1260天，那1260啊，刚好就是3年半的时间，一年算360天啊，按照圣经的年计算，一年360天，所以1260天是3年半的时间。以后在这个第14节也提到说，这个妇人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再二再半再，就是1+2=3，再加半再，就是3年半的时间。所以那么特别两次都提到被养活，第6节被养活，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这个生存下去，因为在地基督掌权的时候没有该收印的啊，他们没有办法做买卖，没有办法购买他们需要的生存的这个物品啊，没有得吃，没有得穿等等。那么但是呢，神也为他们预备有人去帮助他们，供应他们，养活他们啊。所以在第6节提到他被养活3年半，到了第14节12章14节也提到说，他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在哪里被养活，一再二再半再，也是提到被养活啊。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进一步讲啊，不过我先提一提你们有一个概念，就是马太25章提到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审判万民啊。这个民呢 ,ethnic 的意思就是外邦人，就不是以色列人啊。那么他怎样审判呢，就把人分成两种，一个有绵羊有山羊。那么绵羊呢，就是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病了你们来看我，下监牢你们来探我等等。那是这些就是指当，因为后来耶稣特别在说，这些人就是我的兄弟啊，你们坐在他们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耶稣跟他们认同是兄弟，就表示这些人也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在这个躲避地基督逼迫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得吃，没有得喝，没有得穿啊，还受各样的苦。这个时候呢，有绵羊来帮助他们。那这些绵羊就是外邦人，这叫做外邦的义人啊。外邦的义人，以色列人把那些帮助他们的外邦人都叫做义人。你如果到 Holocaust Museum 啊，在耶路撒冷，你还没有进去那个 Holocaust Museum 之前，就是大屠杀纪念馆，外面你看到很多树啊，有一个树林，这些树你再靠近去看，每棵树下面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呢都写一个有人的名字。这些人呢就被称为国际义人，因为这纪念呢这些人呢，就是在曾经在以色列人被希特拉迫害的时候呢，帮助犹太人的这些非犹太人啊，就是外邦人帮助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呢就叫做义人就是the righteous man 啊，就是都是叫做义人。所以这些绵羊就代表外邦外族的义人，他们来帮助犹太人的。所以这些人叫做绵羊，那么另外一批就是不愿意帮助犹太人的，那是公羊啊。那么这两个人这些就分开了。好，我们再看下去。以后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就被外邦人帮助被养活3年半的时间。那么这边交代完了这个在地上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最后的3年半地基督掌权的时候逼迫犹太人，逼迫所有信耶稣的人。那么在天上呢，我们看到圣经又让我们知道啊，天上有征战啊，这个是地上啊反映天上，天上反映地上的一个征战啊。 There will be a war in heaven， 在天上有了征战。那么这个征战呢跟这个龙有关啊，
这个征战就提到米迦勒啊，米迦勒是 Michael， 就是在但以理书有出现啊，第十章，然后第十二章提到他是天使长米迦勒啊 ，Michael。那么这里就提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就是那些属于米迦勒管的啊，这天使跟龙征战啊，因为前面我们看到这个大红龙啊，那个是仇敌啊。那么这里说天上有一个战争，是米迦勒 Michael 跟他的 Angels 啊，和龙还也有他的使者，所以前面提到龙的尾巴拖拉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就是这个龙呢，我们按照圣经来看呢，应该他就是 Lucifer 就是本来也是天上的一个大天使啊，所以他骄傲要跟神同等，后来就堕落了。堕落的时候呢，他就拖拉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同堕落啊。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描述告诉我们的灵界里面啊非常大的事情啊。我们如果不是圣经有这样的启示，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那这些堕落的天使呢，就跟着Lucifer 啊，也就是大红龙，就跟米迦勒跟他的使者征战，但是呢他们都被米迦勒和他的天使打败了，然后他们就被甩下去啊。第九节就说这个龙呢就被甩下去。第九到第十一节有三次提到龙被甩下去，他的使者被甩下去。第九节说到他甩下去，他的使者也被甩下去啊。然后到第十节的最后也提到说那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啊。所以龙呢就从天上就甩到地上来。然后第十三节，龙看见自己被甩在地上，就去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就是以色列人啊。然后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以色列呢，犹太人呢，他们神有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在旷野啊，那么在那边他被养活三年半。那这边十五节呢，就描述的很生动的哈，就是说当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呢，蛇，这个蛇就是龙一样，因为在第八节提到大龙就是古蛇，这边就给我们看到这个蛇就是大龙，他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要好像河一样啊，这个是代表龙的军队啊，千军万马，好像洪水一样要来冲这个妇人，要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但是呢十六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这个是神行神迹了哈，所以救了这妇人，这是神自己拯救他啊。然后最后就是第十七节就提到龙不成功了，他就在逼迫其他的在各地的犹太人还有信耶稣的人。好，我只是很快的先讲个大纲，我等一下会再进一步的解释。不过现在呢，我想给用借助一个图啊，给大家看一看，然后这个解释再从这个图来解释呢，我想就很有趣了哈。这个图啊，你们都看得到吗？好像看得不完全哈。好，可能没有办法看得完全，我看我把它弄小一点。好，没关系，我等一下我再把它移上一下来看。好，我们先看这个图啊。我们首先当然上面这个是指上帝了哈。指上帝，指神啊。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就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所描述的身披着头，就太阳在他的背后，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些光芒，就指身上披着太阳，
脚踏月亮，我们看它下面有一个月亮的形状啊，脚踏月亮，然后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头上有十二颗星啊，所以这整个形象呢，代表以色列。以色列是约瑟的梦里面提到雅各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十二个孩子，所以就代表雅各就是以色列啊。所以这个妇人呢是一个要生产的妇人，所以你看她的乳腹啊就比较大，表示她是一个孕妇啊，甚至是一个要生产的一个妇人啊。当然加上翅膀，这个是中古世纪的时候啊这种宗教化啊，都喜欢啊，好像说在天主教里面啊把玛利亚圣化啊，所以把玛利亚画上翅膀，这个是没有圣经啊，不是圣经记载的啦、啊、好，这个是代表以色列。那么在他的面前呢有一只龙啊，这只龙呢有七个头十个脚，所以你去算一二三四啊五六七，七个头，那么七个头有十个脚，但是他的脚是画错了啊，等一下我再讲啊。然后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然后这个男孩子呢就被提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看到有天使把他提上去啊，这个男孩子他就被提上去了，然后提到神哪里去了啊。然后提到这个大红龙呢，圣经里面说他本来是 Lucifer 天上的一个大天使，但是他堕落的时候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所以画一个长尾巴，上面有这些星星就代表天使啊，就被他拉下来。然后我们看到妇人逃到旷野，这个地方代表旷野啊，那个龙就后面追着来，然后口中呢就吐出水，好像那个河一样，就是说洪水要把这个妇人啊冲没啊啊！但是神就叫这个大地开口，就把那个水都吞下去了，所以龙不成功，妇人就逃到旷野，被养活三年半的时间。这个当然是中世纪的话了哈，我们今天看起来是有点幼稚了，不过他们尽可能把那个按照圣经呢把它用图画把它画出来，那么有时候看图画我们能够印象更深刻了哈。但是这边有一些错误了这里在圣经里面十二章提到这个龙，如果你打开圣经十二章的第二节提到这条大红龙啊，有七头十脚，然后七头上有带着七个冠冕，所以七个头没有错。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十个脚呢，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头上面，而是应该集中在第七个头啊。在第七个角呢十个角呢在其中的一个头上面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读到第十七章啊启示录第十七章这里有解释说第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个王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受同的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受，所以这十个角呢代表十个王，七个头代表七个帝国啊。上次我有解释过了啊，龙呢就是撒旦呢借着历代的帝国要消灭犹太人啊，从埃及开始啊，埃及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啊，那么七个帝国要消灭以色列啊，就是用这七个头来代表。然后呢，到了最后一个帝国出来的时候呢，就有十个王。来支持他，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七章
所说的啊，有十个王，这十个王就是用十个角，所以这个十个角呢应该是在同一个头的上面。那么并且呢这里说七个头上面呢有这个每一个头上面有一个冠冕啊，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边把冠冕带到他的脚了啊，不是带他的头了啊，所以他的脚在这个十二章讲到这个龙的时候，一个头有七个冠冕啊，然后有十个脚在其中一个头啊，这个也是根据但以理对不起。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是第十七章啊，启示录第十七章就是讲到一个大淫妇，大淫妇坐在七头十角兽啊，也就是敌基督的上面。那么这个敌基督呢是就是效法龙的，所以这个龙有七头十角，它也有七头十个角，然后十个角呢都在一个头上面，这张这个话才对的啊！十个角，因为在最后第七个头的时候呢，就有十个王来帮助他啊！这个图如果你等一下我们看到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说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兽有七个头十个角。然后说他的身体像豹，你看到这是豹的身体啊。然后提到他的口，他的脚呢像熊的脚，所以这个是熊的脚。他的口像狮子 的口，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头呢是狮子头啊，或者说狮子的口啊。所以这个是然后提到的这个第七个头呢，那么上面有十个角啊，因为到第七个头的时候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出来的时候呢，有十个王帮助他。好，所以这个图呢基本上是有表达啊第十二章的情景，只是这个冠冕啊本来是戴在头上和戴在脚，还有呢这个十个角呢应该在一个头的上面，他把它分散了啊，这个是不正确啊，不照着没有照着圣经的。好，说天上就有了征战啊，这个征战呢以的结果就是龙被甩下去。那么所谓的天上的这个征战呢到底是怎么样打法呢，这个是无从知道了啊，第十章第七节这个 war in heaven怎么打法呢他们会用什么武器呢都是这个是天使和天使之间的这个征战啊，是灵界的战争。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啊，这个是完全只是一种想象啊，一种的概念。其实并不也不能够全部这样说，因为呢它的战场是有一个地点的，是有一个 location 的。这个 topos, 这个 place 呢是在天上天空。所以在第十七节说在天空的地方有了征战，那么这是一个有形的天啊，那么天分成三层嘛，那么第三层是神的居所，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是神的居所，没有罪恶，没有邪灵啊。所以这边的天是指第二和第一层天啊，第一层天是天空有鸟飞的地方，第二层天是太空啊，所以这个征战可能就是在太空或者天空上面进行的，我们不知道啊，但是的确是有啊，这个是对应在地上呢，地基督跟神的选民的征战啊，在这段期间呢，也就是主耶稣所预言的犹太人他们。要遇到空前最后的大灾难，叫做雅各遭难的日子。主耶稣提到这个日子呢，他就在马太二十四章里面有这段话了哈，我想我需要再念一念。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这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那边所说的什么？行毁坏可憎的 ，the abomination of the abolish。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指地基督啊，没有别人了，只有一个，在神眼中，他是来毁坏的，他是神所最憎恶的啊 ，abomination。当他来站在圣地啊，马可福音说是站在人不可站的地方，那就是说他真露出他的真面目啊，来进入圣殿亵渎圣殿了、啊。那时候犹太人就知道说他们认错了，这个不是弥赛亚，这个是地基督。所以主耶稣说，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子上面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空前绝后啊。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减少了啊。前面一直提到1260天，一再二再半再，就是指这段时候了，三年半的时间。这个危险的临到呢是很突然的啊，就是那个地基督本来他是白马骑士，好像那个好像弥赛亚，突然间他变脸啊，就逼迫犹太人，所以非常的紧急，犹太人必须快快的逃，片刻不能够延迟。所以主耶稣说，在屋子上面的都不要下来，回家下来拿你的衣服啊，拿东西打包啊，赶快逃，不可以，你从屋顶旁边的梯子下来就赶快逃了，你连进屋子都不要了，表示说非常的谨记啊，非常的谨记。那这段话呢，你也知道说不是对一般的人讲的，这边提到这个安息日啊，那是只有犹太人才会过安息日啊，因为安息日很多限制啊，他们逃难就很难啊。提到行毁坏可憎，提到圣地圣所啊，这些都是只有犹太人只能够用在犹太人和这个耶路撒冷的上面的啊。那么这边提到说那个灾难是。以前没有，后来没有啊。这个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也是耶利米书三十章第六节所讲的，已经有提到犹太人要遇到这些灾难了。所以后面又提到选民，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的预言呢，是特别是对犹太人讲的，那就是后三年半那个可怕的日子，地基督这个变脸啊。或者说开始逼迫犹太人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帮助犹太人，让他们到旷野去躲难。那这里第十三节啊，第十四节啊，这里有提到说，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飞到旷野。那这个提到鹰啊，把犹太人带出来，我们想到。出埃及记啊，第十八章那边第十九章提到，神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旷野，啊，也是用鹰来代表啊。他神说，我好像老鹰啊，把你们带出来，老鹰把他的小鹰放在背上，把他们带出来。所以这个是也是神啊，以前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啊法老的手。把他们带到旷野，到这个时候也一样的，我们看到神用他的神迹把犹太人好像能够很快的速度，好像坐飞机一样啊，就飞到旷野那个地方去啊。有人说那个鹰代表美国啊，美国的空军也是老鹰啊，是那个美国空军的徽号啊，说是美国来帮助犹太人，用他的空军把犹太人这个带走啊。我想不需要这样解释了啊，那个是我们这个时候才说美国的空军是老鹰，那个是现在才有的，那么也不是这样解释也没有必要啊，因为在这里明显的是神自己
用他的方法，好像说那个地开口吞了那个蛇吐出来的水，也是神自己 的作为、啊、不能够用其他的来解释的。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前面第六节提到说妇人逃到旷野呢，在那个地方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 A place prepared by God， 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啊。十二章第六节，然后在这个第十四节也提到说妇人呢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 her place， 然后在原文就是他的地方，这个他的地方就是神为他预备的地方。那么到底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找答案了、啊、不能够自己想象了、啊、很多人说哦，在 Petra、啊、当然等下我再讲下去你我也是会讲到 Petra， 但是我们不能够很快的就这样说、啊、你要有圣经根据了、啊、那我们在从圣经里面呢，我们就读到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话、啊、就提到说摩亚人将成为逃亡的以色列人的避难所。如果你有你要看圣经是以赛亚书16章3到5节、啊、Isaiah 16:3-5。 那么这里呢就有一段的经文说，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啊、然后最后呢就提到在这个以色列人受很严厉的逼迫以后呢，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啊，这个没有别人，就是耶稣基督。这边特别讲到以色列受大逼迫逃难，逃到摩亚去，摩亚成为他的避难所啊，躲避那个 destroyer 灭命者，就是地基督。然后接着下来就是那诚信的啊，真是诚信的，就是指耶稣基督呢，他要坐在大卫的帐幕里面施行审判。做英文的圣经有提到这个 be a refuge for Moab from the destroyer， so let my fugitive 就是让我那些逃亡的人、stay with you， 就是 Moab，然后让摩亚呢就成为一个躲避那个灭命者 destroyer 的一个可以隐秘的地方 refuge、啊、然后最后提到 a throne wi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tent of David、啊、大卫的帐幕，我们知道就是指大卫的宝座、啊、有一位要来重建大卫的帐幕的，他是要来审判的，按照公义啊来审判的啊，他是那诚信的 faithfulness， 诚信真实的，那是耶稣的名号之一啊。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摩亚，提到摩亚要成为一个让犹太人可以躲避 destroyer， 躲避那个灭命者的一个地方。在这个这个是我已经刚才已经提过了啊，这个当我的名以色列被抛弃的时候啊，这个是刚才所提的经文啊，另外一个翻译法就是你要成为他们的避风港，我隐藏他们免受迫害者的侵害。所以这里所设想的是以色列患难的那段特殊的时期，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呢，在地基督的统治之下，以色列民最大的毁灭者就是地基督呢，他对犹太人的遗数 remnant、就是 逃出来的那些人、当地基督迫害这些 逃亡的犹太人最巅峰的时候，主耶稣就要在荣耀中再来坐在宝座上审判列国、啊、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呢也有一个给我们一个亮光哈，当地基督他成为一个大有权势啊，到处去攻击列国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啊是例外的，他没有办法占领的啊，
就是在但以理书11章41节里面有一句特别的记载啊，提到他就是第基督呢，他要进入那荣美之地，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地，有许多国被侵覆，很多国都没有办法抵挡啊，第基督就不断的胜了，还要再胜啊，这个是在第6章白马骑士啊，手拿着弓，他胜了还要胜，就是他不断的得胜。但是呢，你注意到啊，以东人，以东就是在以色列的南部啦，摩亚人也是在以色列的南部旷野的地方，还有大半的亚门人，亚门就是今天约旦的地区，阿曼是吧？我们的今天约旦的首都也是叫阿曼，就是亚门人那个而来的。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南部啊，这些以东、摩亚、亚门人的地方都是旷野的地方，特别是摩亚呢，就是在死海边啊，南端啊那个地方啊，这三个地区呢，脱离他的手，必脱离他的手，就是说，地基督没有办法去进入这些地方。所以因着某种原因呢，地基督没有办法推翻这些地区，包括在摩亚地呢，有波斯拉，还有佩特拉，佩特拉就是 Petra， 波斯拉 Petra 啊，我每次去 Petra， 我就会经过看到波斯拉，我就想到以赛亚书63章的经文啊，都是在摩亚地了。那、啊、这些地方呢，是地基督不能够进去的啊。所以当然最可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逃到这些地方，所以以赛亚书63章 Isaiah 63、第1到第4节、这段经文我们接下去还会一直提起的、这边再念一念、这里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刚才提到了吗，以东地、波斯拉就是在以东地、下面我有一张地图、等一下我们再看 Bosra 是吗 ？Bosra 死海在这边，所以这边都是摩亚地。Bosra 也包括 Petra 也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今天的 Jordan 约旦、阿曼亚门人的首都叫做阿曼。摩亚的主要的地区就是在这个地区，下面是以东人的地、所以这个叫 Bosra， 那么 Petra 也在这边。好，这个从以东的波斯拉来，这个人啊，穿红衣服，我们等一下知道，其实不是穿红衣服，是他的衣服呢，本来是穿白衣的，但是被血染红了啊，所以变成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这个是当然先知啊，神借着先知用第一人称 first person 来讲话，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啊，当然是指神自己了。然后再用一个人的问话啊，一问一答来表达啊他的信息。那么这个人看到有一个穿红衣的从波斯拉来的，就说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呢？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酒榨就是葡萄榨葡萄的那个地方啊。因为葡萄现的那个葡萄汁啊是红色的，所以你的衣服为什么染红了呢？好像那些揣葡萄的啊，揣酒榨的啊，被那个葡萄汁碰到，全身都变成红色的呢。然后这个穿红衣服的人就自己回答，他说我肚子揣酒榨，酒榨就 Gethsemane 啊，克西马尼就是那个酒榨的意思啊，这个葡萄榨的意思。众民中没有一个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这个他们就是指神的愤怒的对象，就是那些逼迫犹太人的这些仇敌啊，
因为地基督的军队呢要到波斯拉去 攻打犹太人，攻击犹太人。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来了啊，他就先到波斯拉去拯救他的以色列人，然后啊就在那边击杀地基督的军队，好像揣酒炸，结果他们的血就溅到耶稣的衣服上。本来耶稣是穿着白衣的，但是被他血溅成红衣，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你还记得我讲耶稣在那个拿撒勒会堂里面，他念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第二节他没有念完，他最后一句说报告耶和华神悦纳人的喜年，但是后面还有一句也要报告神报仇的日子，他没有念出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赛63章就提起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他报仇的日子来到，要践踏仇敌，好像踩葡萄一样啊。那么这就是指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到波斯拉 Petra 去拯救他的百姓，就是那些逃亡逃避地基督的犹太人，耶稣先到那边去救他们。当时有仇敌，有地基督的军队在攻打他们，所以耶稣先击杀那些军队，他的衣服都被他们的血染红了啊，就是这样讲。弥迦书米迦2章13-14节也提到 Petra 啊，提到这个波斯拉，他说雅各家，我要聚集你们，因为召聚以色列所剩下的人，这个剩下的人就是遗数，刚才我所讲的剩下来的人啊，没有被地基督所消灭，还有剩下来叫做 remnant， 这些遗数，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好像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这个 Petra 这个地方啊，如果你有去过，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山谷，它的入口处呢很小啊，然后你经过大概一个公里的那个很窄的路，然后到里面就宽大了，所以好像一个羊圈，是一个让羊从一个门进来啊，然后这个羊进来以后呢，来到里面呢，它就有一个宽阔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原文，就是用这样来形容这个波斯拉的羊，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Petra 的那个地方啊。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啊，犹太人在受地基督逼迫的时候，他们逃到的旷野就是摩亚地的波斯拉和 Petra 这个地方啊。后来耶稣来救他们，也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先到波斯拉去拯救他们。然后这个妇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受逼迫的时候，他们的生存所需要的帮助呢，在旷野藏身之处得到满足，得到帮助啊。这些帮助从什么地方来呢？从外邦人来。那我们看圣经里面呢，有这个例子，以利亚Elijah 在 drought 的时候，就是没有下雨三年半的时候啊，没有下雨的时候，他没有水，没有食物，神就派乌鸦，还有用一个撒勒法的寡妇，也是一个外邦尼的寡妇，来供应给他吃饱，给他有水喝，给他有肉吃，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在灾难的期间呢，外邦人也会被神使用来供养犹太人的遗数 remnant。 所以好像以利亚他们乌鸦也是不接近的鸟啊，以利亚是有一只乌鸦本来是 unclean 的一个 bird 啊，是一个不洁净的鸟，但是神能够使用这个不洁净的鸟来供应以利亚。外邦的寡妇啊，寡妇也是一个 outcast 啊，可以说是一个被人家撇弃的一个并且是外邦人啊，是不是犹太人 Gentile
维度来喂养一个神的先知以利亚。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呢，神也用给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预表啊，以利亚在逃避亚哈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三年八个月的那个三年半的那个旱灾的时候，因为没有下雨啊，他得到外邦人的帮助，得到乌鸦的帮助。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也在这段时候在旷野呢也得到外邦人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绵羊啊，是善待犹太人的公羊啊，山羊就要受审判。好，这个图刚才已经看过了。好，我下面要更快一点，因为现在已经要将近九点半哈，那个是希望今晚下面还有很多要讲的。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在圣经给我们看到灵界的背后的这些背景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幕后的这个灵界的幕后的事情啊，然后现在呢再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仇敌，就是圣经的大反派反角，就是撒旦呢我们看到来到这个第九节啊，第十二章的第九节，这里就提到这边所说的大红龙，它是谁呢？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啊。你知道啊，在圣经好像创世纪提到那个蛇引诱夏娃啊，以后夏娃在引导这个亚当也犯罪，没有提到说这个蛇就是魔鬼啊。当然我们已经习惯了说那个就是魔鬼啊借助一条蛇，或者说它变成一条蛇来引诱夏娃。其实在创世纪没有说那个蛇就是魔鬼啊。当然犹太人的那个经典里面一开始就说那个就是魔鬼，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啊，圣经有交代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接受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提到有四个名，那么可能还要加上最后一个迷惑普天下，就是五个。介绍这个大红龙呢，它就是那个古蛇，古蛇就是指在伊甸园引诱夏娃犯罪的，吃杀了树果子的那个古蛇啊。所以这边才是正式的告诉我们，那条在伊甸园的蛇就是跟大龙是同样的。那么又指出他的名字，他就是 devil 魔鬼，他又是叫做撒旦。说他是大红龙，红是血色是吗？龙是指很残暴的啊，所以这个是他的整个性情啊，整个大红龙啊，就是说这个撒旦就是一个很残暴的、很残忍的啊，没有一点良善，没有一点慈爱的，只有残暴。古蛇呢是指他的狡猾、他的诡诈是吗？他会引诱夏娃吃那个神吩咐他不可以吃的善恶树的果子啊，他成功了啊，因为他很诡诈啊。有一些小故事我没有时间讲啊，讲那个蛇怎么样引诱夏娃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啊，挺有趣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传说里面，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的记载里面啊，写的也挺有道理的啊。我讲我不是没有时间在这边讲，要写明他的诡诈。然后魔鬼呢，就是一个控告弟兄的，他这个 devil 意思就是 the accuser， 他就是毁谤控告神的儿女的啊。好像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啊，撒旦就控告耶稣亚他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到撒旦也在神面前毁谤指控约伯是吗？还有一些其他例子了哈。我们看到魔鬼呢是一个 accuser， 是一个控告者。
然后撒旦的这个字呢，本来的意思就是一个 adversary， 就是敌对者，我们的仇敌啊。所以你看这些名，你就知道，我们的仇敌啊，他是本性是很残暴的，他的方法是很诡诈的啊，很人很容易被他被他诱惑而受骗的，被他骗欺骗的，好像夏娃一样。那么他又是控告我们的啊。啊，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被他控告，都是罪有应得的，因为我们的确有罪，他也知道我们的罪，那么他在神面前就控告我们。那么他又是跟神为敌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与神作对的啊。那么我们就认识这个魔鬼撒旦啊。我会把这个再发给你们，你们可以慢慢去看那些有关的经文等等，我没有时间在这边详细的讲了哈。那么提到他是龙又是蛇是讲他两副面孔啊，凶恶如龙，但狡猾好像蛇，所以圣经里面叫我们对那个恶者呢，我们要逃跑啊，因为他像龙，我们要抵挡，我们不要抵挡，要逃跑，我们不要靠近他然后因为他是蛇，我们要谨守警醒啊，所以在圣经里面都有告诉我们怎样去应对那么论到他其他各方面的性情啊，他的本性这些经文都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仇敌撒旦，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撒旦啊。但是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以后呢，撒旦就从天坠落，他不能够再控告属神，因为他被神从天上把他，等一下我们看到第十章提到他是从天上甩下来的，他就不能够留在天上，他也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来控告属神了。当然这个是来到后三年半了，我们也不在的。那么圣经提到说他从本来是以神的使者是在第三层天，后来他堕落了，他堕落以后呢就成为空中掌权者，这个空中就是指第二层和第一层天，就是太空跟天空。然后最后呢，他在主耶稣在地上做王一千年的时候，他要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然后一千年以后他暂时被释放出来，但是转眼之间呢就被扔到火湖里面去。等下我会讲撒旦的六个地方。五蛇就是刚才也讲过了，我想不再说了哈那么好，这边呢提到他第五个名号，他还有一个名号叫做是迷惑普天下的。撒旦怎么样迷惑普天下呢？我引用 Henry Morris 一个美国的一个创造论的学者他是创造论协会的主席，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不在了。那么他所写的启示录的解经叫做Revelation Record， 里面呢他有论到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他下面这段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是不是这样子他说无论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无知的，是君王或者穷人，是男人女人，犹太人外邦人，强壮或者软弱，年轻人或者老年人，黑人或白人，都被他欺骗了因为世界上所有冠冕堂皇的哲学 philosophy 都是由深刻的思想家很出色的构思出来的那么他提到无论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 唯心主义 idealism， Gnostic 主义 gnosticism， 决定论 determinism， 享乐主义 hedonism， 唯物主义是 materialism， 超验主义是 transcendentism， 存在主义是 existentialism， 自然神论是 deism， 那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主义什么哲学很多人都接受了，认为说这些是伟大的思想家带出来的伟大的哲学。其实呢这些都是
上了魔鬼的当、啊、魔鬼就是利用这些呢来迷惑普天下。当人们去相信这些的时候，他们一定离开上帝的，他们一定是不信圣经的、啊、那么很多呢跟这些出名的名的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好像亚里士多德主义 Aristotelism、啊、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 Hegelism， 马克思主义 Marxism、啊、那么或者佛教啦的、这个释迦牟尼的教导啊，康德主义啊 Immanuel Kant， 弗洛伊德主义啊，弗洛啊，这个很出名的心理学之父啊。那这些人你看到都是西方的那个，或者说已经是成为全世界的啊、一个这个很被人接受的啊，被全世界的人接受的这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哲学、伟大的主义啊，很多跟从者。其实呢，这些都是从人的观点，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不是源于神，以神为中心，荣耀神的啊。所以这些都是被魔鬼迷惑了，魔鬼借助这些主义思想啊，来迷惑人，叫人家远离上帝啊。甚至呢，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自由主义啊，新派神学。不信派这些 liberalism 啊 liberal theology 啊、这些不，他们甚至很多是否认魔鬼的存在，这是讲教会里面的、啊、神学界里面的啊、在五十年代啊，那个时候这些 liberalism 很流行的时候啊，很多新派神学流行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份啊、这个调查。这个 survey 啊，5000个美国的教牧就是 pastor， 结果发现到差不多有 73% 的美国的牧者，他们嘲笑相信有未割的魔鬼存在的观念，就是说他们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一个 devil 啊，一个有 personality 的一个 devil 的存在。他说其实是没有的啊，圣经讲到的撒旦啊、魔鬼，只是一种的概念，只是一种的代表罪恶啊，代表坏的东西啊。他们不相信有一个真正的有位格的魔鬼啊，这是很可怕。所以这些都是上了魔鬼的当啊，就是被魔鬼就是用这一切来迷惑普天下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欺骗、欺哄、迷惑啊 ，deceive、deceitful、deceit， 这些呢超过50次，都是撒旦在末世的工作有关的。这些经文你们可以去看。那么圣经至少用了22个名字来指魔鬼啊，很多很多了哈，都代表了他某一方面的特性、特质。好，然后他被甩下来，我看了。这边我现在就讲，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魔鬼有6个住处，6个地方，一步一步的堕落啊，就是坠落下来啊。首先呢，第一个他居住的地方呢，就是本来他住在天上，因为他本来好像一个天使长 Lucifer，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吗？所以圣经里面有两段的经文呢，特别。是让我们知道魔鬼的堕落啊，他本来在天上啊的地位。以西结28章 ,Ezekiel 28, 12-15节我没有时间详细去念了。但是在那边呢就描述呢，撒旦呢、啊、本来是那受高遮掩夜柜的基路伯 ,Cherub 是吗，基路伯是明亮的天使。本来撒旦也是一个基路伯来的，他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一个叫做morning star 啊，bright star， 一个 morning star 是一个
早晨之星啊，那么可以显可以表示它是何等的光辉荣耀，是吗？所以他就很骄傲了。所以这边二十八章十七节，以西结书说，他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耀败坏智慧。他太美丽了，太荣耀了，结果呢，他的这种的美丽荣耀呢，使他以为他可以与至上者同等啊，表示说他的智慧已经败坏了，他想歪了啊，他以为可以跟神同等。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14章13、14节里面有五次提到，他说我要啊，如果你读以赛亚14章这段经文，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神同等。五次我要，我要，我 I will, I will 啊，就是说他要跟神啊同等啊，这个是他堕落的原因啊，骄傲。为什么骄傲呢？神创造他特别美丽啊，特别荣耀，以至于他以为他可以跟神一样来跟神对比，以至于最后反而堕落。然后堕落的时候呢，他把跟从他的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就是代表天使，都一同堕落。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提到，现今世界空中掌权者，就是指从第三层天堕落到第二和第一层天，所以他成为空中的掌权者啊，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这个世界 cosmos 啊 ，oikomene 啊，就是指有人住这个地方啊。他成为魔鬼管辖的地方，他成为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你就看到一直提到空中天空，是吗？就是他从第三层天堕落下来到第二和第一层天。那么你说为什么神没有一开始他一堕落就审判他，或不用审判，就是说就判他的刑啊，然后就把他关起来，那不是解决一切问题吗？这些灵界属灵的事情啊，神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够问为什么神不这样做那样做啊，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能够问的啊，我们没有问的那个条件和那个基础啊，因为我们根本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去明白啊神的作为。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可以说就好像撒旦呢，他从堕落开始，他的结局已经定了的，只不过现在呢还没有受刑啊，所以在这个司法的那个名称里面叫做缓刑 suspended sentence， 缓刑啊，已经定下来了，时候到就要施行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有一个自由，可以在天地之间行走，甚至还能够在神面前控告人，他还有相当的自由啊。第二部分，他从第三层堕落到第二层天的时候，他就留在空中了啊。我刚才已经上面讲过了，我就不再讲第二个地方。第三呢，他在空中就发生刚才我所提的，在天上米迦勒跟他的使者跟龙争战，这个是来到三年半的中间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是发生在空中啊，就是第二层天和第一层天，结果龙被打败了，他就从这个天空呢被甩在地上。所以在这个后三年半里面，撒旦他不能够在天空有任何的作为，他只能够在地上，所以你读启示录都是地上啊，充满了魔鬼的作为啊，因为呢他已经被甩下来了，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所以撒旦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呢是在地上，就是有三年半的时间啊，就在地上啊，他们有更大的自由啊，神让他们有更大自由，目的是要刑罚地上的那些
抵挡神的国家政权和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把龙啊，把它关在无底坑里面啊。所以这个的第四个住处呢，就是被关在无底坑一千年。我们到那个时候会再详细的讲啊，启示录第二十章。所以他三年半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啊。是他也是地也是蛇的这个撒旦的乌托邦，他的理想国啊，地基督的理想国，就是在地上的时候，但时间很短，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的首都就是在巴比伦启示录第17-18章就是撒旦的理想国。然后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结束了啊，耶稣就把他关在无底坑一千年。但是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20章7节，他要被释放出来，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他就从无底坑里面上来，回到地上。在地上呢，他还能够迷惑啊，地上当时在千禧年里面才出生的人啊，那些活着进入千禧年的都是得救的人。但是在千禧年里面出生的人呢，每一个人还带着亚当的罪性，还是会犯罪的，他们还是需要接受耶稣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却在那样美好的环境里面，他们还是不信靠耶稣的拯救了，最后他们反而去跟从撒旦。但是转眼之间呢，神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都烧灭了，然后呢最后就把龙就是撒旦呢丢到火湖里面去。地基督跟假先知在一千年前已经在那边被丢进去了啊，在那边等他了。所以这个是他的最后的住处了，就是在火湖里面，直到永永远远啊。那么好，这个是讲撒旦的六个住处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啊，撒旦他的来龙去脉是吗？除了圣经，没有任何其他的知识啊，能够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属灵的奥秘啊。但是圣经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了。好，我想这些一些我不详细的说啊。因为我们只剩下一点点时间，我希望下面我才可以再讲下去啊。最后一节哦，提到12章18节，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呢？啊，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等他的地基督要从海那边上来。有一只，因为第13章第1节就提到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个就是撒旦的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了哈。龙兽就是指海中上来的兽，就是模仿基督，然后假先知模仿圣灵。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我们提到海边的沙呢，我们会从一些的经文呢可以知道说海边的沙有一种的代表性，那就是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有三次应许，三次的应许呢都有用不同的比方啊。第一次应许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要注意啊，这个是讲地上的尘沙，不是海边的沙啊，地上的尘沙。人如果能够数算地上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那么地上的尘沙，特别提到地的时候，都是指以色列地、巴勒斯坦，或者说应许之地。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后来得到应许之地，那么他的后裔啊，也跟这个地永远连接在一起啊。所以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就好像地上的尘沙啊，就是以色列族。今天的犹太人，地上的尘沙。第二次神给他的应许呢，他带领
零一，哎呀，亚伯拉罕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啊，这里提到众星，然后说你的后裔也将要如此。好，这时候不是叫他看地上的沙啊，而是看天上的众星。那我们知道保罗也讲过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一个子孙，特别是指那一个子孙啊，就是指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代而出来。那么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天上的国民，也就是神的教会。所以这边说天上的众星，特别是指亚伯拉罕属天的儿女，不只是单单属地的以色列肉身的儿女，也是指和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的人，就是指基督徒啊。啊，我们就好像天上的星，因为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啊，不是属这个以色列地的，而是跟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仰望神的。然后第三次呢，这些经文你们自己去找了哈。第三次呢，神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好像天上的星，然后再提起好像海边的沙。好，这里就提到海边的沙啊，不是地上的尘沙，地上尘沙是指以色列子民，也不只是指天上的星，天上星指新约时代的教会。这边要用海边的沙呢，是特别预表从大灾难出来的，从大灾难出来的和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神的子民啊。以赛亚书第十章20节到22节有提到说，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啊，剩下的都是指这些在地基督逼迫之下还存活下来的啊，这些叫做海边的沙啊。所以这个第三个应许啊，就是给亚伯拉罕啊，就是后来亚伯拉罕传给以撒，以撒雅各，雅各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这个这些以色列这犹太人的后裔啊，一直到地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受大逼迫中啊存活下来的，这些称为海边的沙，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十章所说剩下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借着这三次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里面就包括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啊，神的教会就是天上的国民，还有最后呢，当教会被提以后，从大灾难中出来的群众，包括今天我们说弥赛亚犹太人 The Messianic Jews， 你就是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还有在灾难中信耶稣的外邦人，这些都是可以称为是海边的沙。所以龙呢，就是逼迫这些在灾难其中啊，就是叫做妇人其余的儿女，还有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他就站在这些沙上面，表示他逼迫压迫他们啊。然而我们看到呢，虽然说龙啊，他好像很强大啊，他能够压迫这些神的子民，只不过是在肉体上啊，但实际上呢，最终呢，是神的子民才是真正的得胜者。这些龙和地基督呢，只不过暂时的，好像在外表上他们能够得胜，但是事实上呢，最终他们是完全的失败的。而这些靠着因信上帝、因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却能够真正的真正意义上的胜过撒旦。十二章第十一节有一句话哈，我们在赶鬼的时候常常就引用这段经文，这节经文哈。十二章第一节这边当提到米迦勒打
打赢了这个大红龙啊，告诉我们，然后就加上这句话，不是单单只有米迦勒啊，大天使天使长他才能够胜过撒旦，他说连弟兄也能够胜过他。所以第十二章十一节就加上这句话说，弟兄可以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提到有三个要素啊，我们要胜过那二者。一个基督徒能够胜过魔鬼撒旦有三个要素。第一，羔羊的血，那就是我们得胜的基础，是吗？这是很最重要的啊。我们说胜过撒旦，我们去赶鬼，我们去属灵征战啊。你绝对不是说靠啊，我的信心很大啊，我的力量很大啊，我很勇敢啊等等，绝对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我们要我们的依靠是羔羊的血啊，那个是我们得胜的基础。所以这边说是因羔羊的血。第二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所见证的道啊啊，因为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是吗？如果你对圣经都不清不楚，你哪来的信心啊去进行属灵征战呢？去赶鬼呢？啊，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怎么样去面对魔鬼撒旦呢？所以很重要的，我们的信心呢，除了知道耶稣已经替我死有宝血，你还要对神的真道要有坚固的信心，所以你要有深入的认识。所以叫说你自己能够见证的道，你明白了，你知道了，你能见证神的道很重要，是吧？所以每个基督徒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啊，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在建立在神的道上面。那么这神的道包括明白基督的宝血羔羊的血啊，也是在神的道里面。第三，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表示你要有一个坚定的心智，你要认定说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最终魔鬼撒旦要彻底的被打败。所以这些在灾难其中的人，虽然他们要受到地基督的逼迫，甚至要牺牲生命，他们也愿意啊，不爱惜性命，就算死我也愿意啊，不表示他们失败了，反而是一个是得胜啊，因为他们认识撒旦，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靠着耶稣的血已经得胜了啊，所以虽然在肉体中他们会受到攻击，甚至有死亡的威胁，他们也不爱惜性命，有这样坚定的心志。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能够胜过恶者吗？能够胜过撒旦吗？你如果有这三样，你就能不用惧怕啊，靠着羔羊的血，因着我们所坚信的神的话语，还要有坚定的心智啊，我们也说坚强的信心也可以啊啊，那么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啊。主耶稣也曾经讲过，阴间的权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是吗？耶稣对彼得讲的啊。所以我们已经得胜阴间的权势了，就是 the gate of the Hades， 就是阴间的闸门啊，不能够把门关在里面，不能够拘禁啊神的儿女。那么撒旦的权势呢，也没有能力来拒禁我们啊。那么我们靠着基督的血，却能够胜过那二者。所以圣经无论从消记从契记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我们也靠着他，因着他而得胜。好，我想啊，本来我今晚还要讲那个666啊什么东西的啊，没有，也时间没有了，已经剩下五六分钟。到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人要问什么问题吗？可以，这个时候可以。
有没有人要问问题？因为如果我接着下去再讲的话呢，就只能够讲一点点。牧师在 chat group 里边那边有一个在 chat 里，okay, 等一下哈。好，牧师提到审判会临到山羊，一对犹太人的外邦人，绵羊是帮助犹太人外邦人，那不是在这两个类别的外邦人是属于被诡诈的主义的思想迷惑远离上帝的人，也同样接受像山羊那样的审判吗？这个山羊绵羊的审判哦，这特别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要审判活人啊。我们说耶稣再来审判活人，先审判活人，一千年后再审判死人。在这审判活人的目的呢，是要决定谁可以进入千禧年啊。那么其中的一个标准啊，或者说神审判的一个依据呢？就是根据在这个灾难其中，那些应作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而帮助他们的这些外邦人啊，他们被称为耶稣的兄弟啊，或者说他们帮助耶稣兄弟，他们就被称为绵羊，他们可以得救。那么你所这边提到说被各种的诡诈的主义和思想迷惑的人，那个是指就是今天啊，或者在历史上所有去相信接受这些从人而来的，不是从神而来，以人为主的人本主义的啊，不根据圣经的啊，是这个甚至违背圣经的啊，这种的接受这种思想主义的人呢，他们就本来就不会去信上帝了，本来就不会去接受神的救恩了。所以这些人将来啊都会被神审判啊，他们的罪没有解决还在他们身上，他们还是要受审判受刑罚的。所以这些主义只不过是引导他们离开正道而已。如果他们愿意回转过来啊，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他们还是可以得救的。不用等到大灾难期间，就是这个是讲普遍上今天所有的人，不是指山羊绵羊的那一个时期的人。不知道你可以接受吗？谢谢牧师的解释，可以。好的，好，我们也时间快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人问？还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如果没有齐美，你就再请一位来做个结束的祷告吧。好了。来，我们来一起来祷告。Father God, we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cross of Father God. We want to thank you, Father God, for Christ that has died on the cross for us, Father God, with the blood of God that has cleansed our sins, Father.We indeed, O God, are grateful that by believing in Jesus, O God, we now have the salvation. We have eternal life, Father God. But what is more important, O Father God, we have the assurance, O Father God, that we can overcome the evil one. We can overcome, O Lord Jesus, the lies, O Father God, of the deceiver, O Father God, the father of all lies, O Father God. We want to give you thanks. And I pray, O Father, Lord, that we, as your children, O God,will continue to commit ourselves, will continue, Lord, to hold strong and establish, O Father God, our faith in the word of yours, O Father God, and that we, O Lord Jesus, will truly be serious, O Father God, to dig deeper into your words, O God, with the knowledge of God that you have given to us, O Father God, knowing who you are, and that we, O Lord Jesus, with that, O Father God, assurance, with that faith, O God, with that
blood of Christ, Father God, that is over us, O God, we shall be overcomers. And I pray, O Father God, that you teach us, indeed, O Father God, to be gracious. You also teach us, O Father God, to be alert, O God, to stay sharp, O Father God, for the end days are near. And we, O Lord God, to all the more need to be ready, O Father God, to stand firm in our faith, in your word, O God, and to snatch more lives, O Father God, from the lake of fires. So help us, O Father God, in our weakness, O Father God, but that, Lord Jesus, we will strengthen ourselves in your word, O God. We thank you, even as we depart from here this evening, O Go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is session. And let to open our eyes, O God, to see, you know, who is this red dragon, God, and who, O God, is this Satan, O Father God. But we also want to thank you because you have limited, you know, the time, O God, of this Satan, O God, and that it again, O God, assure us that you are in control, God. We thank you, and until we meet again next week, O God, we pray that you keep us all healthy, O God, and fresh, and that we, O God, will go back to your word again to refresh ourselves what we have heard today. We thank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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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谢谢杨牧师的讲解。